就住在最后面。好，你们再往前走一下，往前走一下。那最后的建筑呢，造型的设计啊，是要回收这个遗址的地方啊，遗址的地方。所以我要看清楚啊，它这个地方是回收这个遗址起家的。那我们往前看啊，最后的建筑也可以看出我们台湾的建筑界啊，它最基本的一个建筑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起来啊。它是挑高的，挑高的啊。那尤其我们旁边的啊，这个柱子部分啊，这个是当初在民国十九年开始规划设计的时候，就引进了最先进的技术啊，就是铆接的啊，铆接不铆接的技术，这当初是一个最先进的一个技术。那现在。